5月20号凌晨1时许，广西百色一酒吧发生钢架结构屋顶坍塌事故。截至当天中午12点30分，已确认3人死亡、87人受伤。发生事故的酒吧于2019年初开业，曾号称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，日常人流量近1000人。当天下午5时许，记者在事故救援现场看到，当地警方已对周边道路进行封锁，多台大型救援设备正在对大楼开展破拆施救，寻找被困人员。消防、医护、通讯等救援力量仍在现场待命。在该酒吧工作的黄姓青年介绍，事发当时他听到天花板有响动，随即发现有物体落下，酒吧内发出刺耳的呼喊声和求救声。黄某称自己在逃跑途中头部被掉落的音响砸中，在他人帮助下奋力通过消防通道逃生。目前黄某人在百色市人民医院接受救治，留院观察。当时我看到有动静，上面的有动静，好像要塌了，有2秒的时间，当时很多人叫，然后我们都跑出去，当时我跑出去，然后还砸到了一个很大的音箱，从上面掉了，然后我发现我有很多东西从脸上流下来，整个衣服，然后我用手一抹啊，全部是血。记者从当地官方处获悉，经全力救援，医院共接诊90人，目前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，17人住院治疗，17人轻伤留院观察。所有住院及留院观察伤者生命体征稳定，53人轻伤轻创治疗后出院。广西应急厅介绍，目前事故现场已成立紧急救援中心，现场坠落构建物不稳定是救援工作最大的难点，事故调查组将在救援结束后调查事故原因，酒吧负责人已在公安机关调查控制中。